宝贝儿，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吴安娜哪儿好了？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冒了多少风险，吃了多少苦，现在这件事也是我先发现的，日本人也是我先联系上的，他吴安娜算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处处都护着他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瞧你这是怎么说的？凭什么给他五个点？他那是贪得无厌。贪得无厌，那是我们需要的本质啊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呀，就是得让他感觉他算个什么，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被我们所利用。